徐天刀立洗劫两员，不是，这么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你现在不知道了吗？小弟知道吗？比你早知道。你行了，你别想了，你现在跑路晚了。我告诉你，全盐城一半的朋友都在里面喝上了，走，继续。恭喜天骄！等等等等等等。 等一下，妈，妈啥妈呀？没事，我就叫你一声。我听见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不是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准备一下？里面有这么多人等你呢，你要准备多久？两秒钟。开始。 精神点，精神点，新郎官来了！大家可都等你了。哎呀，不等不等不等，今天我结婚啊，大家随便喝，开心。哎，这酒啊，得等你和新娘子来了一起才能喝。没错，我们等不及了，要见新娘子。哎呀，这新娘子不是天天都见吗？今天不一样啊，是不是？是啊，不一样啊。那行。 那等我啊，等他来了，没几喝啊，喝喝喝喝喝，自己喝，等我啊啊！丽姐，听哥来了，他怎么说？什么也没来得及说，阿姨一路拉着他。小弟。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哎呀，多好的事情啊，早晚的事儿。你看，阿姨给你设计的怎么样？我不说。哎，哎，小红，你出去帮忙照应一下。哎呀，这我还没忙完呢。哦，好好好，我一会儿进来啊。那个，那我呢？我怎么办？谁让你跟进来的？我同学，来应聘的。啊，对，我面试全校第一，两年都第一啊，爷。你到后厨找潘师傅啊。 刚来我就干活啊，人家都在那吃酒席呢。包子，让你去你就去。哦，行，把他带下去。哦。你来上海提冷冻机的还是叫我回来的？是提冷冻机的。都要结婚了还提什么冷冻机啊？店里要用啊。 这么大的事儿啊！你们就瞒着我一个人，你做啥？难道你还不愿意啊？我，哎，我车它要是晚点了呢？我要是回不来呢？我就防着你不回来，这大城市有啥好啊？我们盐城不也很大吗？真是莫名其妙，自己家就是开酒楼的，你跑上海开啥酒楼啊？我告诉你，你回来就不许走了。 只要长在我身上，我能走回来，我就能走回去。走一个试试，外面所有的人都是来喝你喜酒的，你走一个试试。喝，我喝完走。你喝完酒给我登记。小丽都是你媳妇儿了，你还走？啊，差不多了啊，行了。 你该收拾收心了，把心收起来，喝完喜酒进新房，明天后厨就是你的了。先跟宽师傅学习学习，明年给我生个孙子，后年再给我生个，我就跳跳舞，你和小丽你们小夫妻两个人人降醋小日子多好啊！傻呀你！我学的专业它不是生孩子呀！少跟我在这放屁啊你！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中国的传统，每个人都有责任的。 真是马不勒腰，风龙不寻不福。我看你马也不是，龙也不是，你偏要学那些不着边的。等以后你想起这些事儿，你还要来谢我呢。妈，你声音比我还响啊！赶紧老老实实出去，帮我把事情给办了。今天晚上酒场开喝，喝吐了最好，把带回来的煤气都吐掉。哎，美兰，我进来了啊。 你赶紧让他们两个说说话。哎呀，说什么玩意儿，有的要说的。哎，说呀，快说。哎。
你站在这里做啥呀？四姨要进去给天哥和丽姐排练，怕里面话没说完就……你倒是蛮活络的啊。四姨是谁啊？我堂哥，就是那个穿西装在布置现场的那个。啊，他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情？没给现钱，用的都是酒楼优惠券。你优惠券不是钱呀？你笑啥呀？就是小气。哎，那这衣服……哎，行，把衣服换了啊，换衣服就开始了。好。这礼服怎么这么丑啊？你不喜欢就不穿。不穿怎么接啊？你们这事儿弄的叫先斩后奏，你知道吗？阿姨不让我说，我本来心里弯的就要死，你又不高兴，一辈子就一次。我哪儿不高兴了？明摆着呢。哎，你听见我妈说的了吗？结完婚就不让走了，油盐酱醋就这么一辈子啊？那到上海开饭店不也一样吗？不也油盐酱醋吗？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是不是我要不去找你，你就不回来了？你是不是承认了啊？就是去上海叫我回来的，是不是？我一句也没说。你要是非得觉得我在骗你，那这婚不结了。你说什么呀？不结了。你还赌气了啊？我被你们蒙在鼓里，我都没地方找谁说去。那人家结婚都开开心心的，你有什么可烦的呀？这么年轻干嘛结婚呢？啊，你听见我妈说的了吗？生两个孩子，我还生二十个呢，这一辈子糊里糊涂就过去了。你是不是在上海喜欢别的女的了？我喜欢的女孩多的是。马路上有那么多女孩，人家不喜欢我呀。你是我女朋友，以后是我老婆，我想做事，我不想在家待着。进来。新郎新娘，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要不要彩排一下？彩排什么呀？庄严的时刻，一生的承诺呀！啊，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没有。啊，那我就按套路走了。啊，对了，戒指准备好了没？有。啊，一会儿你们两个要互换戒指，具体的呢，听我安排。戒指？嗯。你怎么会想起来买戒指？
好，现在啊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环节。嗯，新郎徐天，你是否愿意娶你身旁的这位新娘刀丽？无论今后疾病、健康、贫穷富贵，都会用你的一生去钟爱她、关爱她吗？我愿意。那么，新娘刀丽，你是否愿意嫁给你身旁的这位新郎徐天先生？无论今后疾病、健康、贫穷富贵，都会用你的一生去钟爱他、关爱他吗？我愿意。心与心的交换，爱与爱的交融，为了记下这永恒的瞬间，现在请二位新人互换婚戒。哎呀，我真是忘了。哎，有了，有了，有了。婚戒啊，是有情人爱情的信物，也希望这两颗小小的同心圆能够将二位新人的心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是啦，认识，都这么熟了。昨天我不小心打坏了样板间一个花瓶，不好意思啊，跑了，特地买回来一个赔给你们。哪个样板间？就是一居室朝南那个户型。你别搞错了，我们这还有两居、三居、五居的呢，你有进去过没？没有，不会错的。没关系的，拿回去吧。我想放到原来的地方去。赵小姐，你逛售楼处当逛街了吧？那套房子我有记录，你逛了17回。你说你逛街试衣服试来试去不买也就算了，我接待你17回，帮你赔了一个花瓶，完了我奖金还被扣一半。对不起啊。你对不起有啥用？大家都是打工的，你买不起就别买，你连看都别看，你看完以后就会想。想想心里就不平衡，你不平衡就来捉弄我这种人，有意思吗？没意思。心平衡一点吧，什么命就是什么命，以后别来了。你还站在那做啥？你难不成让我倒贴你一顿晚饭？我自己都不吃的，花瓶也拿走。来敬王叔来了，来老王，新郎官来了，王叔来，新郎新娘来了，恭喜，您辛苦，同志们辛苦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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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给您再满上啊，您受累了，哈，来，再给您满上，再给您满上，你听话，我祝您啊，哎呀，完了，你这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说啊，哎呀，少喝点，别喝了，干了！啊，好月圆，小弟，早生贵子。哎，这句话说对了，来来，干嘛呀？我哎呀，你别，我没得罪。使劲，王叔，好了好了，您还能喝吗？啊，能不能喝？再来，再来。好了好了好了，哎，哎你，我让你干啥来的呀？啊？什么喝酒啊你？你东西呢？东西带来了吗？啊，就是喝喜酒。哎呀，哎哎哎，我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没有？包包包。来，喜儿，快快快，把它弄进去，把包拿上。来，快走走走。哎，醒醒啊！哎呀，你别睡了，你这酒糊涂，你喝那么多酒干啥呀？你一会儿还现场办公呢。你来来来，刀总。你进来干啥呀？我刚才在后厨蒸了一锅馒头，我想让您尝一尝。你自己吃。我看看您这儿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把徐天给我弄进来啊！快去！哎，好嘞，好嘞。老王，快快快！那个大喜啊，百年好合，白同学。好了好了，恭喜恭喜，赶紧动起来，现场办公。醒醒啊，王叔！哎呀，王叔醒醒，起来干仗了，王叔。老爷子呀，起来了！哎呀，老王，哎，快快快，坐下来。老王，你醒醒！老王，王叔，醒醒啊！哎哎哎，我们刀总叫你呢。美兰啊，这儿呢。美兰，登记表带来了吗？包里。包里啊，红本呢？红本啊，在在呢。登记表。章呢？公章。包里没有。公章呢？在办公室保险柜里。你啥？你不盖章，你叫啥现场办公嘛？你这不糊弄我吗？国家的公章怎么能随便拿出来？是不是？红本都带来了，多多起来。明天，把儿给他盖，打印。哎呀，这别往我身上去！不行，赶紧快！快！哎，千万别吐床上了，你这可是昏床。哎哎，小心啊！来来，快快快，吐吧，吐吧，来吧，吐，很快就舒服了啊！吐啊！别急，吐不出来。不吐，这，哎呀，怎么又咽下去了？啊！是的嘛，是的。啊！你们两个赶紧去酒楼，那边有客人需要照顾。好啊。哎，那个大道总，那我今天晚上住哪儿啊？你先去嘛，去了再说。你先跟我走一走。我去哪儿啊？我这住的地方都没安排，我东西都没地儿搁呢。不是，哎，徐天，你快醒醒啊！你怎么出去？哎，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对付一宿吧。那个他在学校喝多的时候，我经常这么照顾他的。没事啊，走。怎么那么不懂事儿？人家结婚，走。哎，徐天，走。阿姨，你看还阿姨呢，没登记。明天一样。你别去酒楼了，好好照顾她，啊。我躺宿舍床上了。啊，你没回老家？回了。喝酒了？吐了。没事儿，我刚才去看我们看过的样板间黄花瓶，心里难受。什么花瓶啊？哎，算了，不说了。说。打碎了一个花瓶。对，我们打碎了花瓶。我买了一个，想去赔给人家。是。
比人家不要，我心里就是难受了一下。别人也不知道房子的事儿。徐天，徐天，你在听吗？嗯，他睡着了，他醒了，让他打给你。小丽，他不吐了？啊，睡了。那你这是去哪儿啊？我回我自己房间。新房在这里。你，好吧，明天上午去登记。嗯。有心事？没有。把心放在肚子里，这里是他的家，喜酒都喝了，他还能降到哪里去啊？嗯，啊，等等，你到新房把他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还有你的身份证都一起给我。想走？我看他怎么走。到上海没有身份证，想自己开饭店，他想也不要想。除非他和我们有仇，宁愿出去打黑工。哦，做啥？邵一早，邵仲呢？邵仲，嗯，邵仲找你呢。嗯，走吧。我有事要跟你说。嗯，出去说。嗯。徐天的合同签了。嗯。昨天我跟他打电话，说到后来一个女的接的。嗯，你打电话问问，如果那个女的是他女朋友，跟他解释一下。解释？有什么可解释的？那算了，我上班去了。哎，那个，既然合同都签了，是不是该谈店铺了？那个地址呢？我一会儿发给你。浙江路有个店铺在出租，从外面看不错的。谁去谈？我去？这种事儿我不太会啊。徐天谈，他是法人，他又不在。等他回来。哎，你们和我做什么生意啊？开饭店。开饭店，我怎么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四川小姑娘？有我，我就跑跑腿儿，他们吃肉，我喝着汤。哎，合同都签了30%呢，徐天又不在，我们都得上班。你不找店铺，你好歹跑跑工商局吧，啊？你们怎么弄在一起了？哎，松鹤延年考虑的怎么样？要不要我把单子拿过来，再让你看看呀？Thank you.
知道呀？在等粥了啊，让喜儿等在门口，喝完粥直接去登记处。我去看看啊。喂。醒啦，快点起来，刷牙、洗脸、吃饭。我先接个电话，你们先出去一下。快点！喂，怎么了？子慧说你把合同签了。啊。两个女的只管自己上班，你倒好，回老家去了。合同签完好像没这回事情一样。我马上就回去了呀。我在工商局呢，人家不给我注册，说是缺那个，反正就是缺材料。你缺什么材料？你去问赵子慧啊。我又没他电话，你打给他，我在这里等。知道了。你胃难受吗？不难受。那快吃吧，吃完出门。昨天有个女的给你打电话，你话没说完就睡着了。谁啊？我没问。她就说什么花瓶房子什么的，还说什么心里难受。啊，我正要打电话给她呢。吃完你边吃边打呀。那我打完再吃。那个女的说心里难受。嗯。哦。进来。小胡他们组的搬运货单要马上出。你这个呢？阿弟项目的明细报告，你看完我再交上去。南京卖出的额度还是一样吗？嗯。稍微改一改吧。啊，改不了了。就在这儿接，话还没说完呢。喂。喂。哎，子慧，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嗯。我睡着了，对不起啊。没关系，后面是个女的，不知道是。啊，我女朋友。哎，你别挂。邵仲现在在工商局，人家不让注册是怎么回事啊？等一下再说。邵仲他现在就在那儿呢。啊！哎，注册公司要经营地点、注册资金、租赁合同，法人和股东身份证一样都没有，去工商局干嘛呀？那可以先找店面啊。行，我下班去谈，先挂了啊。徐天，路边小店啊。嗯，是。合同签了吗？是。合同签了，就有责任义务、共同的利益、共同方向，怎么摆脱？你不是要去巴黎吗？我没想要摆脱什么，只是初期帮他们的忙而已。你以前不是这样。以前除了你，我没有其他朋友。玩离成本的额度为什么不能改？你想怎么改？之前是比成本高出16个点，半年内完成交易后，分3次汇入您的户头，前提是半年内有1到2项交易与这2家后续。
6点太高了，改成5到6个点吧。买家和卖家都已经出单了，重新估价他们会有麻烦。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报吧。那个，吕总有说去巴黎的事吗？你如果不想跟他接触，晚上我再跟他谈。没关系，他不找我，我找他也可以。少仲，贾小朵，赵子慧，还有我，我们四个人啊，都是股东，啊，我们准备啊开一个小饭店，我做法人，我们计划呀是3年内开5家连锁店。赵子慧和贾小朵是谁呀？股东啊。从哪冒出来这两个人的？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办完事儿啊，我要回上海，回上海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你说走就走啊？人家结婚蜜月还要1个多月呢。小丽跟我一起去啊。小丽，你去吗？我不去。你看，不去算了。你正好是吧？我告诉你，你想也不要想，身份证、户口本我都收起来了。还想开饭店做法人？你啥证件没有？你还做什么法人啊？你到上海做黑户打黑工还差不多。老老实实下午去登记，在家过日子啊。妈，你看，我都成年了是不是啊？啊？哎，你今天真漂亮。切，这小头衔。哎呀，行行，少给我打岔啊。哎，你那身份证给我吧。结婚登记过，才算成年。哦，我现在就去当。生完儿子当爸爸才算成年。今天晚上就好住在一起了，知道吧？不是，你要是不给我身份证的话，我回上海，我给他们3个打黑工啊。回上海？你现在上海都变成回了？你说说清楚。到底哪里是你的家？这里是家呀，但我得创业呀。你喉咙不要这么想好不好？你想造反呢你？啊！小丽，带他去登记，现在就去。气死我了！这家伙气得我血直往脚上冲。走啊！你做啥？啊？结婚登记像要你命啊？对得起小丽吧？下来。哦，他今天不在。哎，请进。啊，好的好的，行，先不跟你说了，先挂了。拜拜。王鹏举在吧？啥事儿？到这儿还有啥事儿啊？登记呀、啊，喜糖呢？哎呦，阿姨忘带了，改天给你送过来啊。那不行，登记不了。为啥？哎，老王昨天晚上喝喜酒，把保险箱钥匙弄丢了。我们明天再来登吧。恨不得弄死这老王。不用弄，他已经喝得剩半条命了，在医院里挂盐水呢。你俩看我干啥？
下午拍结婚照，明天再来登。我回酒楼。你干啥？心乱。哎，你想干啥呀？走。谢谢啊。啊，没事儿。严总，麻烦先出去一下。好的。我的办公室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随便进出。不好意思啊，以后我会预约。什么事儿啊？我马上要出去，和 DMG 的肖总约了喝早茶。行，那我就直说。越直接越好。赵子慧找我了。赵子慧是你的私人助理，天天和你在一起，一天找你18次也很正常。他想提前去巴黎总部，部门本来推荐的就是他，现在有这个机会，他要提前离开，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我口红画的艳不艳？这几天让你和赵子慧折腾的人都憔悴了，眼袋都掉下来了。我要去美容，你们给我报销。开玩笑的啦，看你给吓的。你的意见呢？这是公事儿，我会考虑的。你这弯拐的也太大了吧。你不是说了吗，要慢慢来看缘分。我反省了，是我太心浮气躁了，对你和赵子慧太强势了，我道歉。我也会专门找赵子慧去道歉，私事归私事，不影响工作。那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如果你想待一会儿的话，记得待会儿把门关上。你看你，就是对赵子慧的事儿上心。去巴黎总部不是我点头就说了算的。部门长推荐，我一定会认真考虑。我会亲自去找他的，好吧？YDH， 哦，吕总，好的好的，我马上叫他。子慧，电话。哎，哦，谁呀？谁呀？女王吕总，吕总。喂，你在我办公室打开右边的抽屉，有一个蓝色封面的竞标书，给我拿到西郊庄园来。我，对呀，快一点。您办公室我怎么进去？你推开门直接进去就行了。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一下，要不然到时候找不到你人。15802001。行行行，我记不住。你让引用了之后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到时候到了给我发信息。哦。
女王有差遣。嗯，快忙吧。